谢谢大家。田一真的不懂你应该知道。这个就靠大家了。辛苦了。一定要用的，我有也有一个孩子呀，这个妹是同一天出生的。哦。同一天出生，同一天同行。好，你看，不好意思，两个都是女孩。我是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。小九零。大家好，老板娘好，阿姨好。阿姨，今后这个话省掉。谁说的？你不会的。我叫艾比，中文名艾比，对，中文名字叫蒋美红。蒋美红，对，也是两个孩子宝妈，老蒋，还有六岁的孩子的宝妈，我也是九零后，也是岁点。然后，我叫林慧珍，英文名 Jane， 有没有听过我？今天啊，对啊，九零后，来，我们生了差不多五年了。嗯，中文名字叫苏颖姬，是江门团队最年轻的。是吗？想成为盛世家具的网红，要说一下你。低调，先低调。我样子像九六，但是我是八十后。八十后。其实你是九十后。没有，我都五岁了。然后我有个六岁多的小孩，这样。我叫 Amy， 淑欢是今年刚刚加入这个大家庭。然后我是做业务的，今年很荣幸，我兼职代表公司参加那个新外贸人的比赛，所以大家快点出去。谢谢。两个孩子的宝宝，两个孩子的宝宝，重点是儿子大学大一了，儿子大二。好了，就是大二。